今日咧虽然仲有一个月先系8月15，但系睇下个月光圆到啊，咁我咧就而家喺惠州咧，就同啲伙计啊，同我啲客人咧喺度饮下啤酒，赏下月光，同埋食我哋 B 家嘅月饼啊。咁所以咧，必须马上补翻一条片俾大家。点解？因为上次咧，我哋 B 家业主咧，我哋就以一个哇回馈价98蚊，哇真系收电话咧收到手软啊吓。咁咧就咁啊，但好多留言啊嘛，喂博士。我唔好意思啊，我就都系 V 家客户，不过咧我冇买到楼嘅，可能我系装修王啦、啊、管家王啦、啊，系嘛买个家私啦、啊。喂，可唔可以啊？都俾啲优惠我哋，可以尝试下博士你嗰个养生月饼，冇问题，信众要求，博士，唉，有求必应。咁咧，我而家已经马上同我哋个月饼厂咧加咗 order 落去，加咗订单落去吓，因为呢啲你知噶，保质期得20日，咁我哋马上加订单噶啦。OK 吓，咁而家嗱，博士隆重宣布啊！咁除咗嗱，如果大家係 V 家買咗啦個業主咧，咁大家咧，我哋會有張券俾大家，就可以一個回饋價98蚊啦。咁但如果大家係我哋 V 家嘅 VIP 客户，即係咩叫 VIP 啊？無論大家係我 V 家集團，我哋嘅裝修王、管家王、V 家旅遊探世界，即係幫襯過我哋參加旅行團、商業二等等，總之你幫襯過 V 家集團咧，咁我而家都有個回饋价俾我哋所有嘅我哋叫 VIP 嘅客户嘅 ，OK 吓，咁咧，但系咧就真系冇98蚊平，因为98蚊咧系我哋一个差唔多叫蚀本价钱嚟嘅 ，OK 吓，咁我哋以翻一个都系非常平嘅吸引价，同埋好易豆一二八一盒 ，OK， 个系咩嚟嘅？呢个系10年嘅陈皮嘅豆沙蛋黄月饼 ，OK， 咁啊养生嘅 ，OK， 咁因为系少甜嘅吓，嗱当然啦，口味咧。就即係見仁見智嚇，咁我博士係非常之喜歡嘅，咁大家即係我哋嘅 V 家客户的話咧，不妨咧就可以嚟到去換領啊，因為其實出面街出面大家去搜搜喺香港咧，呢種陳皮月餅咧都賣緊200幾蚊一盒嘅喎。嗱咁啊，同埋上次咧，阿博士咧喺個月餅廠裏面食啊嘛，今日咧我就直情成盒啊，我哋 V 家個月餅咧成盒我就切咗出嚟，大家可以現場睇睇我呢個蛋黃捏豆沙月，哇，少糖少甜，嗱個皮好薄㗎，大家見啦。皮薄豆沙就冇咁肥冇咁多油啦，健康好多，咁同埋少甜嘅，同埋个保质期唔会话好耐嗱。我拍透露俾大家睇，有啲大品牌咧，佢啲保质期咧成3个月嘅，咁嗰啲自然好多，嗰啲防腐剂比较多啦。咁我啲保质期得20日嘅，所以大家攞完我哋月饼券之后咧，我哋限定个日期，大家要马上落嚟攞啊。OK， 咁啊啱啱好中秋节大家食到啊，哇，系咪好正啊？啊，呢个就系我哋喺盒里边一盒4个嘅。最重要咧，佢呢个豆沙咧，佢有个陈皮，呢个陈皮系好香嘅。OK， 因为系10年嘅，咁啊，大家当你食过之后你就知嘅。OK， 咁而家撞埋嗰个蛋黄，嗱，蛋黄我哋唔会系好油好油嗰啲啊，咁我哋系一个干身少少，但系好 match 嘅。你知啦，好多人喂，陈皮加红豆得唔得？你谂下，我哋最靓嗰啲红豆沙，香港啲红煲啲红豆沙，系咪要加啲靓嘅陈皮落去啊？所以你陈皮同豆沙其实非常之夹嘅，咁加埋个蛋黄咸咸地，同埋咁薄嘅皮的话咧，相当之好食。最重要唔肥你啊，你一个个食都食到啊。OK， 好嘛，咁咧就大家都，因为我博士同我哋所有我哋嘅公司，我哋都好想咧，大家喺中秋节咁开心嘅时候，大家都一齐系享受我哋啊咁好嘅月饼啦，上料啦。一家团圆，开开心心去享受我哋中国人呢个咁美满嘅一个节日嘅，咪俾我大家开心，好嘛？咁大家嗱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咧，你联络翻，你帮衬过我哋边间公司，旅游嘅、装修嘅、买家私嘅 ，OK， 验楼收楼都得，咁你马上联络我哋，咁我哋会安排呢个月饼换领券俾大家噶啦 ，OK， 128蚊，记住数量有限，因为咧我哋唔敢攞太多翻嚟，因为有个保质时限。咁大家盡快聯絡，咁留起啲餅俾你哋 ，OK？ 啊，仲有最後，亦都有好多客户咧就話：，喂，我喺大灣區喎，有啲我喺中山，有啲珠海，有啲肇慶。咁而家我特別安排咗，已經我啲餅咧係每個門店咧，我哋都有有部分擺咗喺度嘅。咁都係數量有限。咁大家如果話我係中山嘅，喂，我都真係想訂2盒餅，記住聯絡你負責嘅同事或者公司嚇，咁我哋會預留俾你嘅。OK？ 最後都係嗰句。換購完就即止啊，好嘛？咪希望大家一齊去享受咁靚嘅月餅啦。OK， 拜拜。